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88页，388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法华受量品位，从这看起。我，这是释迦牟尼佛自称，我实实在在的成佛以来，已经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这个时间讲不清楚了。成佛是不是这样的呢？你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你就觉得真的不是假的。是我刚刚成佛也可以，说我无量劫来讲佛，说成佛一见成佛也可以。为什么呢？只要一入这个境界，时间空间都没有了所以怎么说都对自信不生不灭的，确实真的是无量劫，你现在已经证得了，圆满的证得了所以怎么说都是正确的，都不是假的是我现在真的呢，一念觉悟就成佛了，那一念觉悟就等于无量劫，就念劫圆融，到这个时候所以像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怀疑了怎么说都可以。无量劫前的佛的时候都通了无量劫前的事情也圆满了，这一通一切通就这么个道理这是释迦牟尼佛讲一段故事九缘劫之前，同为大通至圣如来前的王子，故知阿弥陀佛成佛也极久远法藏比丘正是从国相应他在西方极乐世界做这个事情，还是事情是从自性里面感应道教什么感呢？十方世界一切苦难众生，苦难众生虽然没有发心求佛真想有个人来帮助他帮助他离苦得乐就这一念，这个信息佛全都收到了这是贤首过失望经还原观里面告诉我们的望经还原观前一半就是讲诸法实相显一体，起而用，事三变这个就是把宇宙缘起讲清楚了。只要切入这个境界，时空都不见了所以无限大跟无限的小是一不是二
大小不二，啊，一微尘里面可以容纳变法界、虚空界的，不但是信息，连现象都放在里头。啊，这个道理跟现在的电晶晶片是一样的。啊，你看晶片里面包多少东西？有精神现象，有物质现象，有自然现象，全都在里头。啊，放映机里面就能够放映出来。啊，宇宙之间诸法实相跟这个非常相似。啊，那我们科学发展到今天，跟宇宙本来的事实真相去相比较，那差太远了。只是发现这一个角落不圆满呢。啊，近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星无是一不是二。啊，告诉科学界，二分法是错误的。啊，误导了我们研究的方向。心跟无是一体，啊，实在是能量、信息、物质是一体，决定不能分开。啊，阿赖耶的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不能分，是一念当中完成的，确实有先后次第。诸位想想，这个先后次第你怎么分法？通通是在1600兆分之1秒里头完成。啊，那么短促的一个时间里头，它还要分三段。啊，像阿赖耶的人先体现出来的是业相、转相、境界相。都在那一年当中完成。啊，所以不可分割。念念都是三细相啊。啊，三细相在一起作用就变六处相了，宇宙就现出来了。啊，这个唯识学家说，意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境界就是物质现象，三系相最后一个物质现象。啊，它为缘，六处相就现起来，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怎么现出来的？没有先后，叫一时顿现。这是真的，啊，没有先后次第的，啊，进化论是有先后次第的，不是那么回事情。千变万化，都是意念在做主，啊，随着念头做主，想什么就现什么，真的像万化通一样。啊，出生无尽呐！啊，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真，一点都不错。啊，就是宇宙这么大的万化通，小万化通出生的无尽的，那大万化通当然更不必说了。那宇宙是个大万化通啊！啊，不动就没事，一动就现象。啊，这个不觉就是动，
觉能就不动了，觉心不动啊，不动不会被外面境界转啊。今天的科学报告，我昨天晚上把这些报告都看过了啊，这份报告都看过了，分量不少。里面告诉我们，明天就2022了，很快啊就到了啊，2012是地球从三度空间转变到四度空间。啊，这个是稀有的因缘，我们遇到了。啊，转变的过程当中，地球通过这个光子啊，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啊，有三天黑暗的时间。啊，科学家给我们报告，三天之后还是见不到阳光，但是阳光的能量可以渗透进来，见不到光。啊，能量可以接受，应该7-8天之后才看到太阳。啊，那么人在这个几天当中啊，像冬眠的状态差不多。啊，天气因为没有日光啊，非常寒冷。啊，所以这个时候，什么人能够平安度过呢？不惊不怖，啊，没有恐怖，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心里面充满了慈悲，充满了爱，就很平安的度过。这个说法不是这一份资料，我们看到很多资料，几乎都着重心态，啊，心态善良。心态正常啊，纯正的都没有事情啊。那么可能说死人很多，怎么死的？吓死的，惊吓而死的啊。我想这是一定占非常大的比例啊，因为这种事情人类从来没发生过啊。一般人有这种信息，你现在我看到许多美国人移民到澳洲，在山里面挖洞，就想避过这个灾难啊，储存粮食，这里都告诉我们都没用处啊。为什么没用处呢？那一段时间在冬眠的时代，就像动物冬眠一样，他什么都不知道，就像睡大觉一样，一大觉睡醒的时候没事，天就亮了。哎，那个时候身体没办法动，你就住在这个地方，你都不能出去。啊，所以一丝毫亮光都没有。啊，人与人大家的时候挤在一起，互相拥抱。啊，身体在这个时候自然它产生变化啊，人不会死亡啊，这个精神支柱支撑在那里不会死亡啊。这几天过去之后，身体变化统统改变了，你更健康啊，显得更好啊，是另外一个世界出现了。这说的很有道理啊，人一定要能够定下来。
啊，在这个几天呢，可以不必吃东西。啊，完全是在休息的状态。啊，消耗的能量非常低。啊，那我们知道，消耗能量是绝大部分呢都是消耗在妄念上，这个时候妄念没有了，啊，甚至于说记忆都没有了，啊，灾难很多，地震很多，啊，你都不必惊慌，都没事情。那么从《法华经》，释迦牟尼佛自己说出他跟阿弥陀佛的关系啊，我们这里有一点参考资料，这是定福宝编的《佛修大师经》，大同至圣如来啊，这是佛名。多长之前呢？三千尘点劫，哎呦，这个时间长了啊！劫论劫算的，多少个劫？三千尘点劫，这是三千大千世界，把它磨成微尘，一粒微尘算一劫，那有多少啊？啊，没法子算尽的。啊，九缘界之前，啊，这过去了，出世之如来名，啊，就是大同至圣如来。啊，此佛在世，有十六王子。出家为沙弥，啊，跟着大同至圣如来出家，啊，王子出家，啊，十六个做小沙弥，从佛了闻《法华经》，啊，佛了讲《法华经》，他们在听，佛入定后。十六沙弥过身法座，为大众佛讲《法华经》。佛门里头讲经的法师，你看是用这个方法培养出来的。这个方法在我们地球上也用了三千年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完经之后啊，这些弟子们个个就佛讲。啊，佛讲的标准，完全依照老师所说的。真的不可以在老师所说的上加一个字啊，减一个字可以，你忘掉可以，你不能够在上面加，这是规矩啊，所以古人都能够遵守，所以他能开悟，晚近的人呢不遵守，总有一点自己的意思在里头，所以他开不了悟啊。为什么呢？开悟要真诚心，他里头加一点就不纯了啊，就不是真心。一定要知道真心没有东西，佛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加？它是纯真，它是从真心的自然流出来的。
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我们加一点都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加在里头，所以味道就不对了。这个道理懂得的人不多啊，遵守的人就更少啊。啊，把佛的知见便变成了自己的知见。啊，什么时候可以加一点减一点呢？开悟之后，这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可以。啊，为什么是可以？明心之后你跟佛是一样的，你加就是佛加的，你减就是佛减的。为什么有加减呢？根基不一样，讲其机其理呀。啊，我们今天的根基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些人的根基不相同啊。啊，那讲法当然不相同。啊，必须照佛的原话、原味。啊，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看注解，同样一部经有十几种注解，几十种注解，注的人都不一样，啊，内容也不尽完全相同，啊，这里头就有增有减，啊，注解的人都是大德。他们有没有说错？没说错。为什么？他们是对当时他那个时代的人说的。这是智慧，这叫厚德智啊！啊，那他们这个注解也是出于自然。说实在的话，也没有自己意思在。啊，谁的意思呢？大众的意思，因为是给大众说的。大众是感，佛菩萨是因，祖师大德也是因，感应道交，自然流露出来。啊，注经讲经。在过去都开悟，没开悟者，那就是沙弥学讲，就是佛讲。啊，佛讲是没开悟的。啊，开悟之后呢，都是从自心流出来的。啊，而跟佛所说的完全相应。啊，这个里头的变化，那是契机。啊，契机契理呀。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法，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是契合他那个时代的根基。那在我们中国，比如说法华经翻成中文给中国人讲，古大德做这个法华经注解是契那个时候记。啊，汉朝翻译是契汉朝人。唐朝翻译是其唐朝人的记，哪一个朝代法师讲解的时候是适合那个地区那个时间的记，活的呀，诸佛菩萨无有定法可说，再跟你说句真话，无有法可说，所以释迦牟尼佛把他说法全部否定。啊，谁要是说的说法了，那叫谤佛。啊，他没有说过一句法，这是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过，起心动念才有说，没有起心动念说什么？
啊，全部都是众生之感呐，化而之应呐，这么出来的。啊，佛法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它不是知识，它是真实智慧。啊，知识是可以思考的。啊，用心意识，它不是的，它不用心意识。啊，从清净平等觉里头流出来。我们自己没有证得清净平等觉，从哪来？啊，那么今天我们碰到这个时代，啊，这个地球上是三度变成四度啊，遇到这么一个时候，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平平安安度过呢？给诸位说禅定。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就看到，老和尚常常一入定，两个星期、一个月。啊，出定的时候他没有觉得时间那么长，他好像只是几分钟的样子。这就是说明定中时差是大大的不相同。智者大师讲《法华经》，讲到药王品入定了，定中啊，到灵鹫山去了。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他还听了一组，出定的时候告诉大家，世尊灵鹫山的法会没有停止啊，现在还在啊。这个事情是真的，智者大师不会编故事骗人。啊，你看看，在中国，浙江天台山，梦中呢，在定中啊，到印度去了，啊，到印度灵鹫山去了。你看这地方，没有远近，时间没有先后。在定中看到的啊，佛法是活活泼泼啊。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定下来，我们怎么个定法呢？这最容易的禅定，就是把心定在阿弥陀佛上。怎么叫定下来？除阿弥陀佛之外没别的妄念，你就得定了。这个定叫念佛三昧。经中一再佛告诉我们，念佛三昧，三昧中王。为什么？你得禅定是一桩事，同时又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这是一般得定的人没有的啊，只有念阿弥陀佛的人有，比一般禅定殊胜呐！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啊，不要去胡思乱想，什么都放下。
啊，四面八方来的这202的信息没关系，看看一笑了之。啊，自己呢如如不动啊。啊，我定在阿弥陀佛上。灾难现前得大自在。愿去就去了，愿留就留了。啊，愿去是亲近阿弥陀佛，愿留是帮助苦难众生。啊，也就是灾难之后啊，后续的事情，帮助众生建立新的世界。你看看你多自在啊，那是大慈大悲，跟这个地方的人众生的缘很深啊，应该留在此地啊，得大自在。啊，那这十六个沙弥，你看过身法祖为大家复讲《法华经》，其第九沙弥经已成佛为阿弥陀。啊，阿弥陀佛是十六个王子里头的第九个。啊，九王子。那第十六沙弥最后这个小沙弥啊，也成佛了。是现在的释迦如来啊，释迦如来跟阿弥陀佛原来是兄弟啊，啊，都成佛了。九缘劫之前，是大通智胜如来的弟子。我们接下去看，而且闻第十六沙弥之说法者，为今之一座大众也。今天释迦牟尼佛会下这些听众，啊，众用云来做比喻，啊，云比喻是什么呢？非有非无。你看天空当中云彩，你不能说它有，你不能说它无，你看得很清楚。现在我们坐到飞机上去没有了啊，这就是说似有啊，似有理无啊，相有性无啊，这也是事实真相啊。相你可以欣赏，你不能够占有，你不能够控制啊，有占有的念头，控制的念头错了，那叫做烦恼，那叫做业障啊。那么在现前对我们的身体也要像看云彩一样啊，非有非无，这个身体我利用它，利用它修行呐，利用它帮助我提升呐，啊，我不占有它，我不想控制它，啊，一切都顺其自然，这身体就是最健康的，啊，想什么方法去补它的时候，越补越糟糕。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你去问问深山上这些修行的人啊，老修行的人，你问他天天吃什么东西补的，他什么也没有
啊，可能在深山里面他所吃的是一些果木，是一些野草啊，身心健康啊。啊，这些道理啊，不能够不懂啊。啊，所以现在大众啊，盖今之大众，在大同之圣佛时，于第十六沙弥啊戒曰呢，故在今日释迦如来之下，闻《法华经》而如真得果也。人与人之间，纵然一生只有一面之缘，啊，点个头笑笑，或者不高兴瞪他一眼，都是久远界前有缘众生呐。啊，没有缘你就没有感觉啊。啊，有缘的时候愿意看他一眼。啊，没有缘的时候就没有。啊，所以要珍惜。人与人珍惜这个缘分。啊，把不善的缘变成善缘。把善恶缘统统变成法缘。这最殊胜的了。啊，佛不度无缘众生。啊，无缘是他不接受，他不相信的。啊，有缘他相信的。啊，他愿意接受，欢喜接受，这统统叫有缘人。底下还有一段《法华经·化成喻品》里头有这么说法，乃往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二是有佛名大通智胜如来，二是所化了这大通智胜如来所教化的众生无量恒河沙等众生，啊，如等诸比丘是啊。现在，啊，在释迦会上听《法华经》，这一些比丘都是的。啊，此种属托之教理之所出也。啊，这个教理都有讲，下种子，大通智胜如来的时候下的种啊，到现在释迦牟尼成佛，他们种子成熟了，所以世尊讲《法华经》的时候，他们解脱了，啊，他们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正果了，托就是正果。啊，那么由此可知，语言比什么都重要。啊，语言当然有因，因缘聚会呀，果报才现前。啊，因，我们每个人通通具足。啊，不是跟这一尊佛有缘，就是跟那一尊佛有缘。佛太多了。啊，有缘的这尊佛事先成佛了，或者事先成菩萨。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
无论他现什么样的身份，他跟你说法，你都能够得度。啊，三十二应说，应以什么身说法，就现什么身。啊，应以童男童女身而得度者，他就现童男童女。啊，给他说法也能得度啊。啊，语言无量无边的、蓬门品里都分成三十二类，每一类都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遇到了没有不成就啊？啊，我们跟释迦有缘。听到就欢喜，跟阿弥陀佛有缘，啊，与无量寿经有缘。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多次宣讲的，所以集集的时候就有不同的版本。啊，这些版本传到中国来，啊，都翻译出来了。啊，当然有必要把它汇集在一起，学起来方便嘛。啊，不汇集在一起，五种本子很麻烦。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敬宗这些大德啊，用无量寿经做主修的人很少，多半用阿弥陀经，用阿弥陀经是一次宣讲啊，早在宋朝大概800年前呢，王龙书居士第一次汇集，啊，他的汇集本收在龙藏，啊，日本的大正藏好像也有，啊，魏默生第二次翻译这个汇集。咸丰年间，距离我们现在200年。啊，但是都有后人批评。啊，批评大概两桩事情，一个取舍不当。啊，有很多重要的经文他漏掉了。汇集本上没收进来，啊，这是个遗憾。再有什么呢？改动了文字，啊，改的是不错，是很好，但是这个是忌讳。你不是翻译，你翻译用字你自己可以斟酌，你是汇集别人的，一定要用别人的原文。你看黄念老在这里注解的时候，每一段哪个句是从哪个本子出来的啊？这些为什么交代清楚呢？真有出处，不是自己随便编的，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里头的本文，没有改动啊，这是取信于大众啊，规规矩矩汇集的
啊，五种云一本的精华了。世尊多次宣讲的没有漏掉啊，这个多难得啊！念老的注解脊柱啊，不是自己注的，脊柱啊，经论里面佛所讲极乐世界啊，散在经典里头附带讲的有一两百种经典的啊，古来祖师大德，中国外国啊，全都搜罗选择啊，作为这部经上字字句句的注解，这多难得！这个给我们的缘多深啊！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要珍惜这一次的缘分，绝不空过。啊，2012对我们来说是太好了，让我们在这个期间之内一年啊，明年一号到12月21日客气取证啊，至少我们把我们最低的标准定在什么呢？功夫成片啊，只要功夫成片，你的往生就自在了啊。前面所说的灾难来了，你想往生，佛就来接引到极乐世界去修行，成就自己啊！如果自己晓得跟这个世界众生缘很深，在这个过渡时间，众生需要佛菩萨照顾，你能够代替佛菩萨，代表佛菩萨来照顾这一些大众，那你就应该留，留去自在呀、啊！你没有障碍呀、啊！啊，这一桩大事，往后300天当中，这个时间足够了。啊，只要你真干。啊，真干，没有别的，就是放下，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你才能得到三昧呀！啊，身心世界有一样放不下，你得不到。啊，那我们这300天的时间又空过了，啊。空过了一定要知道，结果是随业流转，不知道在六道里头又跑哪一道去了。那、啊、这个地球转变为四度空间，四度空间的生活你习不习惯成问题啊，不习惯跑到别的星球上，再去找三度空间去。啊，你跟那里原生嘛，习惯了嘛。啊，这四度不习惯。啊，你不会到这儿投胎。
啊，法藏比丘真是从果相应，阿弥陀佛也是从果相应。啊，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下面两句还是赞叹法藏比丘，信解明记，习解第一。啊，信是信受，我们要学。我们对无量寿经，对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要信受。啊，这是头一个条件，基本的条件。我们对他不信，不接受，啊，或者是信是勉强的，受也是勉强的，那就很难成就了。啊，真的相信，真的接受，啊，经为什么要讲？啊，不搞清楚，不搞明白，我们怎么会相信？啊，我们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哪一个老师最重要了？是帮我建立信心，这个老师最重要。那没有他，没有他后头就不能成就啊！啊，这个老师太重要了，启蒙的老师。过去古时候，学生参加考试，考了状元了。回家去拜老师，拜哪个老师？拜启蒙的老师。那为什么？那是你的源头，饮水思源。啊，换一句话是，你读书的时候，你幼稚园的那个老师，是你的源头。啊，不是大学教授。啊，你从根本这一尊重啊，所有全部都尊重。啊，连我启蒙的老师都念念不忘报恩，后头那还用得着说吗？啊，自然都是恭敬。大乘一章二卷说。与三宝等尽心不疑明心，三宝在形式上看是佛法僧，在理上看是觉真经，佛者觉也，觉而不迷。法者正也，正而不邪。身者净也，清净不染。这是学佛三个目标。啊，学佛学什么？就是学觉正净。觉是体，正是相，净是作用，体相用啊。啊，不能疑惑，完全相信。为什么呢？三宝是自信三宝，不是外头的。要外面的三宝，那你就变成外道了，叫心外求法。啊，外面表法，要把它回归自信，就是消归自信，你才能契入。
也就是告诉我们，看到佛像就想到自性觉，看到经典就想到自性真，看到出家人就想到自性清净。外面是表法的啊，让我们看到的时候能回归到自性，这才得受用啊。啊，没有形式的三宝提醒我们，我们很健忘啊，常常把它忘掉了。啊，觉忘掉了就迷啊，正忘掉了就邪，净忘掉了就染污啊。啊，我们今天生活在迷邪染里头，多可怜。学了佛法之后还在迷邪染里面过生活，那就对不起佛菩萨了。佛菩萨教我东西我没有认真学习啊，我认真学习，我天天向觉真境靠近呢，远离迷邪染，这就对了，这才叫真正皈依三宝。啊，三皈依，我们每一天都在做。给谁做呢？给每一天全世界堕胎的这个小婴灵做。你说一天堕胎多少？可怜呐！啊，给今天这一天被杀害的这些众生，那被人吃掉的，你这一天被人吃了多少？啊，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啊，这一些死难的众生，我们招魂呐，让他来听经，让他来接受三皈依，啊，帮助他们有善根的真能得度。啊，化解他们的怨恨，啊，帮助他们念佛求生净土。敬意华严经六，第六卷。性为道源功德母啊，事先开发无上道啊。性是大道的根源，功德之母，母是比喻能生的意思，真诚信心能生无量功德。啊，诸佛菩萨足此大德了，为我们实现。啊，开发无上道，
无上道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也就是大菩提心。接着了解、开解、解了啊，了是明了啊。华严经以信解行证为纲要的总纲领啊，这一部大经就依这四个字分为四大段啊，大括四大部分呢。该因真实信解，方能生起真实行证。啊，那我们就知道了。今天我们的行跟证，都不能成就，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我们信的不正，这个是真话，不是假话。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一句佛号不能够相续，常常会断掉，常常会忘掉，什么原因？信心不足。如果具足信心，你怎么会把它断掉呢？不可能的事情啊。尤其我们如果把这一桩事情啊，时间定在2012年12月，你还敢疏忽吗？这个佛号你还敢忘掉吗？啊，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失去信心，果报在三途。你能常常想到这一点，你就不敢不行啊！我真的要想到极乐世界，要想亲近阿弥陀佛啊，一定要真心，不能有丝毫怀疑，一定要真干啊，决定不能懈怠啊，念佛功夫成就不要勉强。地贤老法师教锅炉匠的方法是最殊胜的方法啊，一点压力都没有啊，这句佛念下去，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啊，不论是白天不论是晚上，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你肯定成就啊。这个里头最要紧的就是拉拉杂杂事情统统放下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不能再管了，为什么？你管不了啊，没人听你的啊，还嫌你啰嗦啊，那你又何必呢啊，先把我自己管好，先成就我自己。
再成就别人。我刚才讲过的，自己成就之后了，你想留就留，想去就去，你得这个自在呀。我们今天没有能力呀，想留留不下来，想去去不了，那个麻烦可大了。随业流转，这叫凡夫。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法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你说多可惜。我们一定成就，替这个慧济本，替黄念祖老居士做一个证明，我们来做正传，依照这部经的方法修行，决定往生了。让大众对这个法门生起信心，这个功德可大了。现代人被你影响了，往后的人也被你影响了，被你影响的就是跟你有缘的，你将来成佛，他们都是你的大弟子。法缘殊胜呐，所以盖因真实心结，方能生起真实行证。又铭记者，记忆分明。记性好啊，于所闻法了，记忆不忘，了了分明啊，故云铭记。习戒第一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至高无上，人莫能超。没有人能超过他，这是第一。第二呢，所信、所解、所期，习其第一义谛，故云习戒第一。跟第一义谛相应。所信的相应，所解的相应，所行所证通通都相应。习戒第一，就是赞叹法藏比丘，在世间自在王会下，他有这样殊胜的德行才艺。当然有殊胜不同的成就啊。再看下面这一段，行愿精进。又有殊胜行愿，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者。于是超过，没有人能超过我。这更难得了。他有殊胜的行跟愿。即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啊。殊胜者，这佛教的术语，殊就是特殊，胜超胜，
啊，四智超凡绝俗，世间稀有者，这叫殊胜。啊，行愿呢？乃身行与心愿相似。啊，身之所行，心之所愿。两者相应的。啊，换句话说，所行所愿都是自己欢喜的，是自己爱好的。啊，这样的人生我们称之为幸福美满。啊，一个人在这一生不容易啊。啊，像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在这个社会上不太容易找到啊。下面引《菩提心论》曰：求菩提者，发菩提心，修菩提心，这三句话，法藏比丘做到了。啊，这个求菩提心者，这是他的心呐。啊，真的发菩提心了，菩提心发出来了。啊，菩提心。我们这些年用经典里面的术语啊，简单明白把它标示出来啊，菩提心的体真诚啊，菩提心的自受用是真诚心对自己。就是清净平等觉啊，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我自己的心地清净平等，觉而不迷，这对自己啊，对别人呢，对别人是大慈大悲啊，慈悲对人，清净平等就对自己都是真诚心，这叫菩提心。菩提心发了要修菩提心，自己起心动念的跟菩提心这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要相应，啊，这十个字呢，确确实实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就是这十个字，这十个字就是自己的心。你菩提心修成了，啊，心要修成了，它起作用就是言行，啊，言语跟身体的造作。那就是菩萨行了啊，没有菩提心学菩萨行学不像啊。啊，一定啊要真正修他才会像啊，所以发心是第一，发心之后啊要修行啊，行就是真干
信愿法者，信愿也。啊，修者呢是行也，就真干了。信愿行就三自量。古时候出门旅行必须要带的资粮啊，资是什么呢？是带钱，身上带一些钱，另外要带粮食啊。有古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现在有旅馆有餐厅，你省事多了，古时候没有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抗战期间啊，那个时候中国还非常落后，出门一定要带米带吃的啊，带钱，米做一个长的布袋子啊，把米装在里面背在身上啊，晚上到这个地方可以煮饭啊，没那么多旅馆了，没有饭店的啊，所以都必须要自己带啊。如果路途很远，路上没有这个小镇住家的人家啊，自己还带个小锅，有的地煮的，你没有地方煮啊啊，水可以从小河里头、小溪里头去找啊，这工具没有啊，所以通通自己要带呀 你才能够去出远门呢。所以古人用这个来做比喻啊，信愿行，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这就等于是资粮，旅行的时候你不能不带，少一样都不行。此三者呢，如顶置三足，缺一不可啊，信愿行啊，少一个都不能成就。弥陀号大愿王，净土法门全以弥陀一尘愿海啊，净宗这个法门啊，完全依靠的就是阿弥陀佛的48愿啊，48愿称为一尘愿海，也就是本经第六品啊，这是净宗修学所依靠的啊。阿弥陀佛发愿，在世间自在王面前发愿，就是这48愿啊，他用无界的时间修成功啊，所以愿一定有行，如果没有行，这个愿是空的啊，愿不能落实，一定要让每一愿都兑现，这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现在人要是看起来做不到啊，愿是可以，愿决定做不到啊。譬如48愿第一条，他发个愿，将来他的国土里头没有三恶道，真能做到吗？这真难呐、啊。他真修成功啊，怎么修成功的，这后头又说到啊，愿愿他都兑现了
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功德之所成就。啊，真是功德了，无界修行。啊，极乐世界成就了，他就用这个基地。啊，真的帮助了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六道众生。啊，这是大愿的主要啊，是为度众生的。那附带的呢，有二乘，有菩萨，有等觉菩萨。真的叫普度啊！啊，上至等觉，下至阿鼻地狱，没有不得度的。啊，只要他具备这三个条件，他真信，真的愿意到极乐世界去，行就是念佛，真肯念佛。真简单的容易，一点都不难的，什么人都能做得到啊！只要肯做，他就决定得胜啊！临命终时，他一定来接引宇宙。很大，众生很多啊！往生的人每一天往生不计其数啊，阿弥陀佛一个都没漏掉啊！这是什么力量？是他的愿力。有多少往生的人，他就能化多少身，叫分身呢？啊，化身去接引，这一个都不漏啊！啊，极乐世界成就到现在十劫了。啊，世界当中弥陀成就了多少人啊，度了多少众生，没法子计算了，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真正肯修，阿弥陀佛将这个功德回向给我们，加持我们，就有很大的力量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好像没有感觉到阿弥陀佛本愿未生加持？不是你没有感受，确实加持你了，你感受不到。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半信半疑，想去又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啊！你的信愿行里都掺杂了很多妄想在里头，不纯，所以弥陀加持你感觉不到。如果你是纯的话，你的感应就非常明显啊！有人明显，有人没感觉到，绝对不是阿弥陀佛厚此薄彼，不是的啊！阿弥陀佛的心是平等的，没有偏爱啊，确确实实过失在我们自己啊，这一点
我们要搞清楚，不能怪阿弥陀佛，啊，不能怪别人。这一幸运持名为宗，这个宗是纲宗，啊，纲领宗旨，可见愿字是为自觉觉他之关键呢。大愿能生大力了，啊，故与念慧力同作增上因缘，啊，愿是个动力。世间人不懂，啊，为什么这些修佛的人名闻利养他都不要，他还拼命在干，到底是什么企图啊？是什么意思，他们在猜，猜不透啊。啊，经上讲得很清楚，他有没有去念过愿力啊？四弘誓愿里面第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个度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帮助协助啊，为他服务啊，全心全力为他服务啊，什么都不要，不要报酬啊！到底为了什么？为了自他不二了、啊，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所以《大乘法》里头这经典里告诉我们，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无缘是无条件的啊，我应该做的啊，像父母照顾婴儿啊，全心全力照顾他，没有条件的啊，一体嘛啊，诸佛菩萨觉悟了，觉悟什么？觉悟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所以关怀别人是真正关怀自己，照顾别人是真正照顾自己。啊，这个爱心。跟虚空法界一样大啊，爱心就是光明啊，遍照法界，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真诚的爱心，遍法界虚空界啊，这个世间人不知道啊，啊，所以他起疑惑。净严疏曰：“起心之愿，名为愿力。这个愿产生利用，产生力量。”啊，他真的将他发这个愿兑现了。啊，慧疏曰：“愿力者，四弘誓愿，能净佛国土，成就众生故。”四弘誓愿，
是诸佛如来通愿啊，所有一切诸佛，过去、现在、未来啊，个人发愿不一样，把它综合起来，不外乎这四条。那么这四条是诸佛如来愿力的总纲。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离不开十弘誓愿，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也离不开十弘誓愿啊，这四确实是总纲领啊。四条实际上真正讲的愿呢，就一条，就第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无量无边的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同一个心性。同一个阿赖耶，你说关系多么亲密啊！一个人在社会上没有理由，没有原因，他照顾他的父母，照顾他的妻子儿女，为什么？一家了，一体啊，众生迷啊，除了自己家庭之外，别的家庭就不管了，那不是我家，与我没关系啊，这叫迷惑颠倒。佛菩萨觉悟了，明白了，知道所有众生之类跟自己都是一体啊，都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全是啊，那能不照顾吗？哪有这个道理呢？还要讲什么条件呢？啊，我们到外国，当初在外国住的时候感到很惊讶，啊，父子在一餐厅里面吃饭，个人付个人的钱，我们感到很惊讶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啊，到后来才晓得，外国人不讲这些关系，啊，真叫什么人本主义、本位主义，他只有他自己一个。啊，他们在那个社会上成了习惯了。啊，看到我们中国人吃饭呢，还有人一个人出来会场，大家感到很惊讶，这怎么回事情啊？啊，那么多人吃东西，怎么一个人付钱呢？哎，而且还有几真的，这个要付，那个也要付。啊，他们看到好奇，啊，没见过，啊，我们看他的也很好奇，也没见过。文化不一样，风俗习惯不一样啊，所以佛菩萨的风俗习惯跟我们世界不一样啊。佛菩萨把所有一切众生都看成兄弟姐妹，看成自己的父母儿女，都这样的看法
啊，真照顾，啊，真帮助，那照顾人、帮助人，都要有智慧，要有能力。啊，没有智慧，没有能力，你拿什么东西帮助别人？啊，为了要完成第一愿，所以后头有第三愿，三愿是从第一愿来的。啊，我要把第一愿兑现，自己必须有德行，德行里头包括福报。啊，没有福报，你怎么照顾别人？啊，所以要修德行呐。啊，第二个呢，要有智慧，没有智慧不行。啊，第二个呢，要修法门。啊，第一个，你看，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才成就德行，成就福报。这个地方要记住，烦恼是决定不能产生福报的。啊，你想想看，贪嗔痴慢疑能生福报吗？啊，这个地方要注意到。贪生什么东西啊？生水灾呀！啊，嗔恚是生火灾呀，是生灾难呐。愚痴是风灾，傲慢是地震，怀疑是山崩地陷，就生这个东西。啊，不生福报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不贪生大福。啊，人家不贪生大福，生福报啊！不吃生智慧。啊，不一样啊！德行才能够生福报啊，所以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断了，福报就现前了。从哪里来的？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啊，自信里面的福报，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呐，太多太多了。啊，我们凡夫没有明心见性，啊，很可怜的，自信的虽然有，拿不出来呀。啊，好像你是有钱，存在银行里，现在身上一文没有，你要去买东西，人家不给你啊。啊，自信就是在银行一样，啊，我随时能拿出来。这那什么，那叫开悟，叫见性的人才能办得到，啊，明心见性的，那可以办到，啊，所以先要断烦恼，修大福报，有福报没有学问，不能办事，再学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智慧开了啊，有这两样，有福报有智慧，你才能救苦救难呢，你才能帮助苦难众生啊，帮他们离苦得乐，帮他们破迷开悟啊。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啊，佛你看
我们受三皈依的时候啊，念的这个誓词，皈依佛二祖尊。那二祖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是福报，第二个是智慧。足就是圆满，智慧圆满，福报圆满，这两种圆满呢，才叫成佛。啊，人家问你学佛为什么？学佛有什么好处？你说学佛我会得到圆满的福报，圆满的智慧。那你不学佛就得不到。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呢？佛教你布施，布施财得财富，布施法得聪明智慧，布施无为得健康长寿。这三样东西都是大家所向往的，真的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你说钱要不要？每个人都要。啊，智慧要不要？每个人都想要。啊，长寿要不要？个人都想要。啊，就早年我在美国居住的时候，我们的邻居这些美国人，啊，他看到我们每一天呢嘻嘻哈哈、快快乐乐，那他就很纳闷，啊，你的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快乐？就来问我们，啊，问我你们怎么那么快乐？我们告诉他们学佛的，说佛是什么？啊，我们修净土的嘛，那净土是什么？我说净土啊。是清净，啊，这个要清净好。啊，第二个快乐我也要，长寿哦，那更要了。那，啊，你看我们净宗不就讲这三个吗？极乐世界吗？啊，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们星期六到我们佛堂来学，啊，你会得到财富。得到聪明智慧，得到健康长寿。礼拜天呢，你们上教堂啊，去拜上帝去，不冲突。不是，上帝是你的爸爸，佛是你的老师，啊，一点冲突没有吗？你来拜佛，我说你爸爸一定欢喜，这是个好老师啊，哎，真难得了。你要是住在佛的隔壁不去拜他，你的爸爸就摇头，哎，我这个儿子你看没出息，在这么好的这个老师的附近呢都不肯去学习。以后他们真来了啊，所以我们特别用星期六啊，就对这个美国当地啊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其他宗教的人专门替他们开口。啊，讲的内容呢，就是怎么发财，怎么样得智慧，怎么样得健康长寿，就讲这个做主题。啊，学的人不少啊，啊，他们学了，到处给你宣传，所以啊，这个学习的人就越来越多。我们讲的是真话，不是假话，没有欺骗他。啊，我们是真的诚心诚意帮助他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啊，那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佛教道场在那个地方啊，跟其他的教一比的时候，佛教是最富有的。啊，我们办很多活动，都是我们拿钱。啊，他们很奇怪，你们为什么有那么多钱？你们的钱从哪里来的？
啊，那是李牧原，接待他们。李牧原很风趣，说：“我们有后台老板呐、啊，那你后台老板是谁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富大贵。啊，所以我们的钱用不尽呐、啊。啊，真的，啊，他们宗教办活动，都来找我们，我们真的都帮忙，啊，毫不吝啬。啊，他看到我们的道场门庭若市啊，啊，每天到居士林来吃饭的，平均1000多人。来吃饭的不一定是学佛的啊，因为居士林吃饭不要钱啊，素食啊，这是我在那里发起的啊。原本居士林每年只有3天，初一初二初三3天啊，布施供斋，什么人都可以来吃啊。我到那里之后，我向李居士建议，这个天天办啊。我说佛经上讲的很清楚，越施越多啊。嗯，他就真发心来试试看啊。第一个月是居士林拿出钱出来的，第二个月就不要拿钱，外面供养自然来了，送米的、送油的、送菜的，哦哟，送的太多，吃不完。啊，这又不能留，啊，特别是蔬菜，明天就变色了，啊，怎么办呢？很多宗教，他们办那个养老院，有孤儿院，办些慈善机构，啊，我们每天用小卡车装的，每一家去送。就帮助他们啊。我在居士林住了2年啊，包括前面一共住了3年半啊，后面2年多的时间，无比的殊胜呢。啊，佛讲的话一点都不错，你能够依教奉行，啊，确实就是这样的。啊，你不能不相信呐。啊，所以四恒誓愿啊，这是布施。啊，落实在这个布施上，3种布施啊。最后一条，佛道无上誓愿者啊，自己一定要成佛，成佛你度众生呢才圆满，你才能度地上菩萨等觉菩萨。如果你等觉菩萨，你只能度十地以下，所以一定要成佛，成佛才普度。所以后头的3愿都是为了第一愿啊。那么你肯学，你肯断烦恼，你肯学法门，肯成佛道，为什么？通通是为了第一愿啊。所以度众生这一愿力量要不强，后面就不能落实。要有强烈的愿望，帮助苦难众生啊，帮他离苦得乐。他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迷而不觉这个苦啊。真正觉悟了啊，他就落了。啊，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动力。世间人做事，为什么？为名为利，
没有名利，他就不干了。啊，佛法这个动力是什么呢？是为帮助苦难众生。啊，没有这个心呢，他也不干了。啊，帮助苦难众生的心太切。啊，这一干，得到诸佛菩萨威神加持。就这么个道理。为什么呢？跟诸佛菩萨同心同愿，同一个慈悲心，同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同愿，所以诸佛菩萨自然来加持。今法藏菩萨所具殊胜的愿力，无能及者，是故号为大愿王啊！啊，法藏比丘无尽的愿力是48愿，在第六品有详细的介绍，经文也长，注解也非常丰富啊，那是四弘誓愿的细说。啊，那是极乐世界的精华啊，极乐世界就是48愿功德之所成就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是工作太多，没有时间来学习，你就学这一品经，第六品48愿。啊，这一品经是无量寿经的核心。啊，无量寿经每一品的经文，全经的经文都是从第六品流出来的。啊，所以这是阿弥陀佛最重要的一篇开始啊，我们能把它记住，能够依教奉行，这跟阿弥陀佛才真的是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啊，这一生往生净土你就决定有把握了，真能去得了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